现在陈前总统的这个问题哦，现在看到影像是真的病况蛮严重的，有没有想说要怎么替他帮忙或解决？我想不论专业的医师也好，或者是陈前总统现在在荣总的主治医师也好，其实都证实了，就是说他的健康确实是有问题啊，也是需要有特别的安排，医疗上的安排。所以我们要呼吁说政府啊，要赶快让他有一个适当的安排，让他能够进行他医疗的这个作业啊。那我们也希望政府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的这种计算在里面了。适当的安排是比方像什么？我想他的主治大夫其实也有建议让他回家啊，去跟家人在一起，这有助于他的治疗，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向。主席，飞鹤家园部分还有这个飞鹤的游行，是不是九号十号会上街一起来游行？这是民间主导的一个活动哦，那我们非常支持，好，那我们也会想一个适合的方法，好，来一起来支持来参加。